你吃过别人家的醉鸡吗？管理员表示送错了。你今日订的这鸡肉有够好吃的哈，我给掏两包来吃。我说我没有订这么多醉鸡啊，所以我就赶快打去那个楼下问，我说是谁送来？他说那个天母的什么什么市场啊，哈，送来。你确定是送三楼吗？他说对呀。好，后来第二天他打来，他说于小姐，那个醉鸡好像送错了呢。今晚九点，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